唔少人都趁住新年放假同班 friend 聚会。日前郑嘉颖就约咗铁马家族嘅兄弟姊妹，包括唐诗咏、马国明、王家乐同林子善一齐打边炉庆祝。郑嘉颖老婆陈海琳喺 IG 就分享咗好多聚会嘅片段。哇，林子善真系冇心装载啊，连唐诗咏唔食牛都唔记得，作为大哥嘅郑嘉颖都睇唔过眼啊！食完饭做咩好？佢哋就揀咗围埋一齐研究国粹。唔知系咪唐诗咏排张唔够高呢？郑嘉颖同王家乐都坐正喺佢后面做军师。唐诗咏发文就话马国明虽然平时成日天然呆，不过打牌就一啲都唔呆，相信最后大赢家就系马国明啦。恭喜发财，鼠年行大运，身体健康，龙马精神，快高长大啊！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家肥屋润。